挽歌，眨一眨眼皮，能把鬼识破。大型系列动画片《西游记》第六集《难逃佛掌心》。请陛下观看，传我的旨意。玉帝有旨，将猴头押上斩妖台。斩妖台，斩妖台。很热闹，很热闹啊！怎么，他还在笑？这是为什么？时辰已到，将妖猴问斩。师父岂能坐视不管，袖手旁观？哼，想不到玉帝老儿搞得如此隆重。啊啊啊啊啊
这是什么？玉帝老儿欺软怕硬，今天尝尝我的厉害！妖猴休得无礼！大惊小怪，老孙不过跟你开个玩笑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？大胡子，你来凑什么热闹啊？大胡子哪来的？大胡子在哪儿？别找了，大胡子就是你。我不要无礼，我是玉帝座下的全权监斩官南斗星君，奉旨监斩。怪不得一脸晦气。该死的猴头，死到临头还敢嬉皮笑脸。那又怎么样？总比你这个苦瓜脸来得强一些吧？啊？糟糕糟糕糟糕。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赶快出斩。
我知道啊。那该不该回去报告啊？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那到底怎么办呢？快快说！不要说，干嘛你们总是问我呀？那咱们就快逃吧。抢去了我的定海神针，这就是报应。父王心存这么多的怨恨，怎么才能消化得了啊？岂止是恨呐，是恨之入骨，恨之入骨啊！神剑，快用神剑！天兵天将，好看不好用！大胆死到临头，还敢戏弄天兵！区区小菜又奈何了我，不信打个赌。打赌？打什么赌？神剑阵准备。哼，区区神剑又怎奈何了我啊？预备。放箭。
么人？我是闪电娘娘，特奉谕旨来取你的小命的。哼，闪电娘娘惊醒了我的美梦，倒要看你怎么赔偿我。雷公在此。你还有什么花样？叫你尝尝我的厉害，看你如何笑得出来。好，老孙今天就奉陪到底。悟空，师父再助你一臂之力。面加工，看他还能往哪里躲。星君，我是火德星君。啊！好热，好热呀，好热。热的还在后头，今天我要火烧了你这猴头，方解心头之恨。
我的火龙呢？在这儿呢。剩下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。把十一难拦，怒气十二变。